一千纳米差不多就2.5倍，没有错、啊。好，今天来做一个开箱文，开什么箱呢？开什么箱呢？一丢两百 K。哎，为什么那张不见了？哦，开这个。开什么呢？开这个。大家看到，好，今天为大家开箱的是这个神魔送的这个 VIP 的。它里面有送这个，我看 ，Main Hand 聚焦，不是聚我 ，Main Hand VIP 礼品包一个，人品爆发大放送参加券，还有 Main Hand 抓娃娃机参加什么一张？参加券一张，哦，基本上好像我开箱是开礼品包啊，礼品包啊，对，那礼品包有没有什么呢？哎，其实还不错哎，因为我发现好像什么都有。是一加一点五，就差不多2.5。对，好，第一个，你替大家开的是这个，就我猜测，我猜是好像是围巾之类的吧，应该看这样子是围巾。噔噔噔噔噔，可能知道要做或是要自己配音。送这个应该蛮不错的，台湾 number one， 你像不像？像不像？我觉得还蛮像的。台湾 number one， 收藏用。对，拒绝霸凌，周子瑜拒绝道歉，为什么要逼他道歉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逼周子瑜道歉？我没有说是谁逼的，为什么要逼呢？不要逼了吧，逼嘞，逼嘞。接下来是这个，我看一下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徽章之类的，我猜是徽章啊，应该是。他送三个，我猜一个起来看就好。三个，哎，不止4个，4个徽章，可能可以 share 给朋友吧。香港那次送行动电池啊，操你妈！啊！哦，它不一样，送好多、哦。这是时空之门的农机，有看到？噔噔噔噔噔，好像都不一样哦。我每个都拆出来看一下。这个不用拆了 ，Tower of Sables 神魔之塔，会不会看不清楚、啊？好，没有，就是一个 mark 而已，这个还。看一下啊、哦。有拿到扑克牌吗？邻居不会放我，不会啦，邻居不会。雨伞开完胜，雨伞那时候我拿到了，给我雨伞那里。雨伞塞到哪里去？忘记了。这样不错，我想说是重复的。扑克牌一定要的啊！你们会讲扑克牌，代表你们一定有拿到，因为你们应该也是 VIP。答题，有聚焦吗？看到没有？补补，把旧补补。哦，还有什么呢？看一下。TGS2016，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。还有什么呢？看一下，这个应该是衣服吧？是吧？应该是衣服。那、啊、上面写 L 啊，应该是衣服。这个Gamer of the Year Main Hand TGS2016。后壁个我，后壁个我，看了。
Gamer of 一样东西啊。台湾 Number One， 台湾 Number One， 应该拿国旗啊，不过我没有买。心中有国旗，处处是国旗，好不好？现场排队买票，我没有排队，我就直接进去了。去年好几次抽到雨伞，后来都送人了。那雨伞很好哎，那雨伞怎么送人？还不错啊，你会送人，代表你乐意分享。我是觉得你应该也是蛮不错的。千万不要跟我讲说，因为雨伞弄不到，所以送，那就不一样，好吧？我等一下再说，这个先放。人品爆发大榜总参加券，这个可能我不知道送什么东西，我再去逛看。夹娃娃，因为我还没去换，因为我今天昨天啊跟 MH 那个阿威他们去开会，所以我根本就完全没有逛到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就直接进去就直接去开会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徽章哎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是 Chrono Get 时空之门。哦，刚漏掉了。OK， 看看。这是啊，要包红包的意思就对了。应该都一样，这是叫我们要包红包的。过年应该会有稀有神加倍之类的那种东西吧？不过稀有神又加倍，不晓得哎，谁是解放？虽然说有些可以别的特别的组队啦，我到时候再演。哎，他每一个好像有分一半的。玩这个，这应该时空之门，因为这角色看起来不太熟。然后后面有个武林门。这是重复的。他们希望我们跟礼物拍照上传到 FB 啊，我到时候影片会上传上去就对了。因为礼物太多了，如果没有拍的话看不出来。这个时空之门的。好，锦贺新年，锦贺新年。这是符，好康的留在后面，下面有个腼腆小小的，还蛮特别的红包。然后扑克牌，大家讲扑克牌。哦，我有两副哦，一个是时空之门，一个是神魔之塔。有点舍不得拆，要拆吗？要拆吗？各位要拆吗？过年游戏会不会送好东西？要拆吗？要看吗？大家想要看吗？我想要保持它完整度，你知道吗？留着哈，想看。其实外面这个再封一次啊，我应该是可以拆，没有问题。拆了会折戒啊？真的假的？好，这样我有点犹豫。可是那只是封口那个，那不是那个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其实这个可以自己再封啊，因为是塑胶的。我想，因为给大家看一下，跟大家分享，因为对啊，留着，又不要拆。哇，好，我看一下，到底是要拆还是不要拆？不拆拿它干嘛？留着，其实可以再自己再封啊，我觉得是还好。就是想要看，想看，拆神魔留时空没关系，都拆，好不好？给大家一睹为快，我相信大家会很想看。既然都要分享了，就拆吧，就自己再弄个封口吧，封口，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封口胶，我觉得还好。
分享就直接拆给大家看了，对吧、啊？不然看不到，我自己很好奇啊。没关系，我拆给大家看了。这是十公尺了，先拆十公尺了，反正我都拆了。这很特别啊，没看过，有点难猜，怎么难猜？我不想凹到它，可以给我一个不凹它的理由。这个要小心一点，不然会弄坏掉。想一下啊、哦，有什么东西吐它出来的？怎么那么难猜啊 ？Terry 那个，这个奖品不错，可是有点难猜，我怕把它折到。过板大张，昨天有去做完了，有过去啊，只是很晚才去了，因为很多事要弄，没时间。不要破。我说你们这个会不会太惨了一点呢、啊？天哪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弄出来。我是做扑克牌的。哦，我要找工具啊。剪刀怕戳坏它，OK， 已经千辛万苦就把它弄出来，有点凹到它嘛，算了。我觉得另外一个不用拆了、欸，为什么？哎呦呦，还是要拆一下。风头是鬼牌，两张都一样。哇，我靠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一不见了？为什么缺一啊？缺一张啊？不会吧？我直接从二开始、欸，张怪二。他等于是每张卡牌角色都放进去了。我抽个几张给大家看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为什么一不见了？哦，为什么一跑在这里啊？一跑到梅花的地方。这个什么诺的，怎么了？怎么会跳？我确认一下，不要顺序怎么跳掉？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对啊，哦，我懂了，不是，它不是跳，它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它是 A K Q 啊 ，A K Q J 开始排顺序啊。动作怪怪的，蛮多的耶。我挑妹那个一灯好了，一灯小妹，这应该是一灯吧？不确定。其实时空之门的画，那个绘画的那个还蛮不错的。哦，我靠，这很性感哎！玩哪？画的都不错啊，说真的，时空之门那个还三 D 的有没有？这个好像迪亚布罗，这只不知道叫什么东西。为什么这边又变红心？一开始我跳来跳去，他哦，有宫本武藏，很帅。然后拿宫本武藏，这
牌舍不得玩，我是不会拿来玩的。这牌对啊，这拿来玩太浪费了。听说填问卷好像有机会获得哦，这是科罗诺斯黑桃 S 哦，大概这样。好，先把这个收起来。今天就是做这个，看这个大家比较有兴趣吧。可是他那个太那个了，有够难猜的。哎，我还有点凹到，算了，收藏无所谓。好，再来换神魔之塔，应该这边的卡牌大家都比较熟。我想要收集，就你田文俊他好像意见如果采纳，他会送东西啊。我今天有跟他问，他不是我说对施工这边有什么建议的那个吗？我是写很长一串的，我也想要拿一副扑克牌，可我不知道 VIP 本身就有送。出来吧。这个设计这样不好拿出来啊，变成说想要拿出来给大家看的，不好。等我一下啊！啊！为什么要勾的？算了，要拿出来一定会凹到。这是设计不是很好，质感不错，对啊，质感不错，哦，是给音乐盒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好像是音乐盒，不是扑克牌。扑克牌是什么？我也忘了。神魔这个不用看，大家一定很熟。我找 S 给大家看好了，或者找比较大家比较喜欢，比如说像什么，我找一下，哇，这都很大。我说卡牌的那个画的那个 size， 不是说那个什么，就像这个，没有这个 size 是蛮大的。我是说整个图啦，小鸡都，整个图找 S 给大家看 ，S 看起来都是 boss 啊。要完了，妹子，女神。如果照那个逻辑来讲，四的数字应该都是妹子才对。真的哎，四都是妹子。有没有露西法 ？S 都是这种比较强的卡片。时空之门凝住时间之核。哦，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四号。哦，阿妹。有要看什么卡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他有问题的。不错哎，我觉得这还蛮不错，蛮有质感，打几？哪里买？这好像没得买，这买不到。哦，有指纹哦，有指纹要擦一下。我以前有集邮习惯，应该知道。你手脏脏去摸的话，你要擦一下。不要让油墨掉在上面。你以为就这样就结束了吗？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其实还有，等我一下。不对啊，那为什么没有？哦，有啦，鬼，这是鬼牌啊。还有这只啊，猫头鹰跟风头是鬼牌。
等一个礼拜录先就了。差点折到自己的卡，自己的牌。OK， 还有什么呢？Last door 是 Last door 吗？啊，没有，还有两个。这个我猜是保温瓶吧，好像排队就有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设计就还好，这我一开就开了。我有张图，你不欠？什么保温瓶？这应该好像很多人排队就拿到的样子。可是为什么没有面店的 logo 啊？奇怪。对啊，这保温瓶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看不太清楚啊。哎，看得到啊，面店有。看一下。哦，臭臭，臭啥？他没有送石头，所以这次送东西还蛮多的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后面的乐事，哎，有看到我的乐事啊？那也没错，那边也是被我吃完的。哎，叫我们拍照上传，没关系，我会把影片上传给已经睡着的人看。因为现在才留着是想要看开箱的，基本上看通关的刚刚已经都跑去睡了，剩300多人。3万多人就是，因为会撑到现在应该都是精英级，然后还有一个，哎呦，还有哎，烤桌上的都是，等一下，休息啦，看一下。哎，为什么我的签名照不见了？我的签名照嘞！靠，放哪去了？那很重要哎。靠，不然拿到放哪去了？我的签名照嘞！签名照，有看到吗？亲笔签名哦，而且是什么呢？现场签哦，现场签，所以绝对不是那个对，还在现场签，这好像1000天就有了，1000天，工会还没走，你就帮我们去那个工会的那个这个地方吧。等一下我再讲，我先把开箱网开完。就我们工会有个应征的那个，这个我有看他要拿出来，这个好像蛮好玩的。这是那个什么，这个我刚没有把盖子一起拍，它是这样。哦，这个是相机用的，它可以有类似广角的效果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有没有个镜头？怎么用呢？我示范一次，就是你知道这个，把它夹在镜头上面，那你镜头拍出来会有一些特殊的效果。好，例如说我现在拍自己看。像这样有点难，也没办法哎，它在荧幕上面没办法做那个，它有点广角的效果，我不会讲。好，
这个对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就夹在上面，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另外一个不知道是不是鱼眼还是什么，就是还是要拍拍看才知道。轮回直接不打，轮回就是轮回比较好打一点，可以打得慢，就换那个新的轮回，我觉得还 OK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一个袋子啊，放那个镜头。蛮多东西哦，这个是，这个我就不拆了，因为暂时不用，给大家看一下就好。看侧面，有没有呢？一看就知道，行动电源。因为我已经有一个了，但是我不是这个。它这个封的，这不一样，这刚跟刚那个不一样，它旁边有封住的胶带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这个就先不拆了，因为这个还蛮特别的，因为它拆就是对商品拆了之后就不退换这样，所以这个先不拆。这是之前的行动电源，刚刚那也是行动电源，只是这个是时空之门的，基本上里面看得到，那看得到我就没有特别拆，它那个收藏的话，这个就比较不适合拆这样。容量多大？要写啊，200mAh。那刚看我，好像会糊掉，好，应该就这样吧。还蛮不错的、啊，我是觉得这东西还蛮多，而且蛮特别的，有收藏价值。衣服可以拿来就算了，哦，毛那个围巾可以直接拿来，这个都 OK。像扑克牌那个，我觉得扑克牌啊，然后签名啊，行动电源现在也是可以拆来用。我先把第一颗用完再说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时光应该就到这边，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哦，这个开箱分享的，对，记得啊，什么？台湾 number one， number one， number one， 谢谢大家 ，number one。